请看光明觉品，光照一一切。寄诵第六首看起，佛所说法皆随汝，广大智慧无所碍，一切处行习以真，此自在修方便力。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这第六首啊，正知方便，第一句随顺正如，第二句讲智而无障，第三句是智变去行，即立身法，即知即证，为自在修也。虽然这首偈说的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对我们初学却很有好处，我们应当学习。智者大师给我们开了方便门，这是世尊在中国的实现，给我们东方人呢大开方便之门，那就是能有能力其如佛知佛见，没有能力断烦恼，实在讲呢，这就是这部经前面所讲啊，这个当机这里面的最后一种大心反复啊，其如佛知佛见呢，真的是大心啊，确实也是心包太虚两重杀戒，只是烦恼习气太重了不容易断除但是这个知见呢太可贵了如果真正在一生当中锲而不舍加功永恒认真努力修学，必定有成就可是成就当然不容易在中国古代，从后汉佛法传到中国来起到现在将近2000年了，以公元来算呢，摩腾诸法兰到中国那一年是公元67年要到2067年才是年这个1067年2067年才是2000年所以说将近2000年，我们就2004年了那么再过个60年，差不多就2000年了。这2000年当中，中国佛教在隋唐时代建立了10个宗派
啊，出小乘，陈师宗跟居士宗已经没落了，没有了。啊，大乘八个宗，在这个一千七八百年的时间里头，修行正果的人不少啊！啊，这些正果的人里面有许多确实真的能断见思烦恼，能破尘沙烦恼，还能断一品无明，所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所讲的教下所谓的大开元解，跟宗门的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啊。净土宗里面讲的是理心不乱，真有啊。可是这里头真正成就的啊，半数以上啊，最后都是归净土啊。那归净土，用他们那个修持的功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在凡圣同居土啊。方便土、十报土啊，大有人在啊！啊，这是佛法在中国真的叫得天独厚啊！啊，早年我们老师对这些事情非常赞叹。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宗爱护后代，这是真的。从制作文字，使用文言文，这是最明显的体会啊，为后代设想的周到啊。啊，文字真真实实是智慧的符号啊。啊，你看到这个字，你细心一观察，你会开智慧呀。文言文，祖宗们晓得，言语会随着时代变化。啊，我们这一生当中，这七八十年呢，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语言的变化就很多。我们在读书的时代常常用的术语现在听不到了啊。到我们踏进社会工作的时候，再听听些那些学生们讲的术语，很多话我们不懂啊。现在进入老年了，退休了啊，看看现在年轻人有很多术语的时候也听不懂了。你就想想，这个时间并不长啊。自古以来千百年呢，那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可是老祖宗发明这个工具文言文，啊，就语言随便怎么变，文化不变。
啊，只要你学文言文，啊，2500年前孔老夫子所讲的东西，啊，你展开来看得懂啊，那就也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啊。这个发明了不起啊，这是其他国家民族里面所没有的啊。我们祖宗用这些工具啊，真正是智慧。高等的智慧啊，发明这个工具能把他们的智慧、德能、经验用这种方法传给后世子孙啊。那么现在人一看到，哎呀，文言文太难了，好难了。不难，你没有学，所以你觉得难。你要是学，不难啊。怎么知道不难呢？民国初年啊，小学生写的作文我过去有十几本啊。这个这么多年来啊，搬家搬来搬去，都是一丧失遗失掉了，现在还剩了三本啊。民国初年高等小学的作文啊，高等小学的学生不过是11、12岁，他们写的文章啊，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看不懂啊，还要去查字典，还要去查参考资料啊。但是12、13岁人写的啊，他为什么能写得出那么好的文章呢？他从6、7岁就开始学了啊，所以12、13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啊，哪有困难呢？我们从小生于患难，没有机会好好的读书啊，啊，所以到年岁大了，很想学，啊，一方面自己要工作，养活自己，啊，一方面呢想求学。这是今天人讲啊，补习啊，才学到一点东西啊。老师教导我们，这学了佛了，佛法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密切的关系啊。你学佛，你要不懂儒，要不懂道，你也就很难懂得佛法啊。中国大乘是以儒跟道做基础，所以不需要小乘啊。我们在经典上读到啊，佛在戒经里都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
啊，这就是佛教导我们学习要循序渐进，啊，中下根性的人，你不走这个路子，你不能成就啊！啊，先学小乘，再学大乘啊！啊，但是在中国，中国人学佛直接就是学大乘，没有学小乘，那这不是违背了佛的教诲吗？啊，祖师大德也没有提出辩论，什么原因呢？中国祖师大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儒、用道代替小乘，啊，无需要学小乘经论。哎，你有儒的基础，有道的基础，你就可以直接入大乘。所以从前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没有不念儒术的。啊，道家经典也不少啊。啊，老子、庄子、列子这些，像韩非子这些这一类的时候，大概都会涉猎到。啊，那儒是涉猎的更多。四书五经十三经都有这么深厚的基础，他在大乘里头真正学到东西啊，就像此地说这个经文所说的，佛所说法皆随儒啊，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儒啊。啊，如就是《开经记》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真正能够理解如来真实义，就如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基础，那怎么行呢？啊，可是到今天麻烦大了。啊，现代学佛，你要从经教里头下手，你会感觉到茫然，非常困难。什么原因呢？没有儒道的基础，又不学小乘，啊，我们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李老师给我们讲古文，啊，《古文观止》300多篇，讲完了，10年的时间了，啊，每一个星期一堂课，10年这一本《古文观止》讲完了。啊，讲的时候并没有按次序讲，悬着讲，到最后全都学完了。啊，老师给我们讲过《论语》，《大学》《中庸》。为我们奠定基础啊。除这个之外，他老人家很慈悲，在小乘经里面给我们选了10几部，啊，我最初跟他学的阿难问世佛偈雄经是小乘经，释迦罗越六方礼经小乘经，啊，选了10几种啊，这很慈悲呀，啊，这个样子才入大乘啊。真正善知识，
好老师啊，他一定是循规蹈矩啊，走古圣先贤这条道路啊，绝对没有创新啊，没有标新立异，规规矩矩。这一个典型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的啊，世尊一生讲经说法，我们在华严经疏钞里面看到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有说，圣人无不是遵循前辈也啊，孔老夫子自己说他一生述而不足，他所讲的都是古圣先贤所说的，没有自己的发明，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呢，也是过去诸古佛所说的，也是述而不足啊，没有创造，没有发明。我看到清凉这个说法，我感慨很深呐、啊。想想现在人，啊，样样都要自己创新，不会守旧啊，而不知道啊，那个心是自然的。推陈出新啊，这个新呢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这就对了，永远不能离开旧的基础啊，就像一棵老树一样啊，千百年的老树年年长新的叶子，年年开新花，结果是啊，没有离开它的根本呐、啊。啊，离开根本，另外创新，那就等于说是另外去种一棵树。你要叫这个树长到千百年，那多长的时间呢？啊，这个千百年就是集合丰富的智慧经验啊，你从这个地方啊体会得悟出新的说法啊，古来祖师大德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学出来的啊，从哪里看呢？从注解看，一部经朝朝代代都有人做注解啊，那这些注解呢多半都收在大藏经里面啊，我们都能看到啊大概注的最多的无过于金刚经啊，金刚经有500家注解啊，但是大多数也失传了啊，怎么晓得有500家呢？这历代有很多人著述里头引用啊，引用的，可是这个书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引用的文字有看到啊，所以现在有《金刚经》500家注啊，啊，每一个人注不一样啊，啊，一样的还能流传吗？啊，每一个朝代，
每个人注解一定就是适合那个时代，适合那个地区，适合那个社会状况啊，这一种讲解大家学习都能得利益。时代不相同，地区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这一部经呢学习这个讲解不一样啊。经典是活的，无量义啊，什么时代都适合，什么地区都适合，什么环境都适合，讲法不一样啊。这就是推陈出新啊，都没有离开《金刚经》的经文，都没有离开《金刚经》的宗旨啊，没有离开它的精神。哎，可是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众生都得到真实的受用。我们看古大德的注子，要从这个地方着眼，我们就会学到东西。啊，可不能依他的注解来讲解，那就坏了。啊，我们看到很多啊。早年我在美国，啊，听到有法师讲经，用古人注解。行是可以用古人注解，用古人注解你要有新的讲法，完全照古人那个讲法不讲不通啊。你比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经本，我们用的是唐朝时候清凉大师的苏钞啊，李长者的贺论，两个人都是唐朝初年人啊，住得好啊，完全照他那个注解去讲，那就问题来了啊。那怎么样呢？要把现在的人带回到唐朝时候，这怎么能讲通？那在外国的时候就更奇怪了啊。我们在美国要叫美国人要变成中国人，还要变成中国唐朝人，这讲不通啊啊，所以这个经虽然讲得不错，听众很少啊。外国人充其量只一个两个，多半还是华侨啊。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佛法里所讲的切理不切己啊。你不知道这是现代人，这不是唐朝人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参考啊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注解，我们可以参考啊。但是一定要有现代的说法啊，也就是说一定要集合现代的生活，现代人的思想，我们学了才有用处啊！啊，否则的话，你学了没用啊！啊，学讲经，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你要是不懂这个道理啊，你永远没法子讲经啊，那就变成所学非所用。佛法里常说啊，不切机叫闲言语，闲言语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废话啊。你所讲的讲的不错，一点用处没有啊。要不切理呢，魔术。所以佛经称为奇经啊，奇机奇理啊，理永恒不变，机
千变万化啊，你要掌握着永恒不变的原理原则，适合于各个不同的时代，各个不同的地区，各个不同的根性，要教大家通通得理。是，这是这难事，这不是普通事情啊。老师当年教我们，啊，所以佛法这个登堂说法了，叫做大作，真的是大作，跟学校上课绝对不一样啊！学校上课，一年级、二年级，这个听众学生程度整齐，好教啊。啊，佛法这个大作讲经，里面听众人很多，程度不齐啊，年龄不一样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程度高的，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硕士、博士学位。程度低的还有不认识自己。啊，我们都在一个教室里面。你能够讲到个个听得都欢喜，个个都得利益，这是大讲座，谈何容易啊！啊，学真困难啊！这个内典讲座之研究里头都说到。啊，怎么样才能把这场事情办好呢？啊，老实讲，靠自己的智慧能力决定办不到啊。啊，那么怎么办呢？要靠佛菩萨威神加持。哎，这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了。啊，所以老师教给我四个字：至诚感通。啊，你要想真的通它，那只有靠感应。啊，求感应，怎么个求法呢？诚，至诚，真诚到极处啊！你要晓得。真诚绝对不是只对佛菩萨，我对佛菩萨真诚，对一切人都不真诚，你对佛菩萨那个真诚是假的，不是真的。一诚，一切诚啊，你要学着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真诚心啊，这个样子自自然然就会有感应。啊，除这一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老师传给我，我接受了。啊，我还特别刻了一块印章，现在还常用。至诚感通啊！那我这一生在讲台上讲了46年了，凭什么？就凭这一句话啊！否则的话，你是三藏十二分教这一套一部大藏经，你怎么能把它读通啊？啊，世间法其他的不谈了，就是老师常常举的比喻了。
这一套四库全书，你这一生有没有能力把它念完？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要讲事出世间法都要贯通，成有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呐、所以处世待人皆为皆物啊，一味真诚啊，你就能通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于法自在。你障碍就没有了。那么佛所说法呢，皆随如。随顺都能够契入。这个契入在我们现前境界里面解悟啊。佛说的佛，说的佛，法了，我能信，我能解。但是最贵的呢是能行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把我信的，我把我解的，我能够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常讲呢工作待人接物信解行正五品位呀，是到行，信解行，后头正没有，正就难了。正怎么样呢？要把烦恼习气淘汰尽了，你就正得了。烦恼习气不断，你没法子正啊。见思烦恼断了。佛经上常讲的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品思惑，叫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了。这是真我们今天的功夫到行信皆行，完全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教我们怎么做，老老实实去做，佛菩萨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要违反我们能行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智者大师给我们示现的五品位修别的法门难没法子成就修别的法门都变成什么？变成人天福报修得好的多半都升天了真修，修得不好的也不会堕三途决定可以保人身这修其他法门，如果修净土法门那就殊胜了，决定往生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就圆满佛果。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
寿命无量，你看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啊，修到花开见佛无生啊，那是什么境界呢？从凡圣同居土修到十宝庄严土，十二劫啊，寿命是无量劫，那十二劫算什么？啊，正是好比在我们这个世间，哦，你的寿命有几百岁呀，你修这个法门要多少时间呢？十二天。啊，几百岁的寿命，十二天，太容易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一生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啊，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稀有啊！啊，稀有难逢啊！啊，彭济清就是讲的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了无量劫来啊，《开经记》里面讲。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只要你能够随顺，随就是不怀疑。怀疑你就不能随顺了。那我们今天修行就是念佛，念佛功夫不得力。不得力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决定少不了怀疑。因为怀疑它夹杂间断，这把你修净土的功夫破坏了。一天如是，天天如是，年年如是，你哪里会有成就啊？西方确知，觉明妙行菩萨跟我们讲，修学净宗，成功的秘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讲的跟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完全相同。大势至菩萨所讲的是在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你看他给我们讲这个修净净土的秘诀，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是戒定的。这个都摄六根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回头。眼贪看色相啊，你要从色相呢回过头来；而爱听音声呢，要从那个音声回过头来；鼻从香舌过回过头来，舌从味回过头来。回头是岸，换一句话说，你的心不要向外头境界攀援，你要把心收回来。所以都摄六根呢，就是收心。跟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
是一个意思。啊，孟子讲得很详细，这个大师智菩萨讲得简单，四个字，毒蛇六根。啊，就是要把心呢从外面境界收回来，然后怎样，精念相继。啊，精就没有怀疑，怀疑就不清净了。夹杂就不清净了。啊，所以净念，你这个念里头啊，没有疑惑，没有夹杂，相即是不中断。啊，这是修净宗的秘诀。一切时，一切处，你要能够保持，你不能够忘掉。啊，还有疑惑。啊，这个是对于一般人来讲的，总是免不了的。疑惑怎么办呢？言教。啊，听经。啊，听教言经呢，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明了，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断疑生信。世尊49年给我们讲经说法，目的在此地。啊，听的人随着自己的根性、根性力的悟入的深，啊，根性薄的悟入的浅。都得利益了。啊，没有善根的人他不会听。啊，听了两句他就跑了。啊，他能够坐下来把这个一座经听完，有善根。啊，所以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对经宗还有没有疑惑？没有疑惑，经听不听不重要了。你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如果有疑惑，一定要听经。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楞严经》上说的很好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善知识很难遇到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那我们这么多年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还另外还有一些学习净宗的啊，跟我们在一起共修很多年了。啊，还有少数常常在一起啊，可是几年没见面了啊，听说他修密宗去了，他参禅去了啊，甚至于还听说他学基督教去了啊。有些人来跟我说，我想想啊，他们来问我，我告诉他过有因缘。不要勉强啊，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赞叹的。啊，那是什么呢？
无论他今天学的是什么，过去总念了几声阿弥陀佛了，总听了几座这净宗的经教啊，这是佛门里面所说的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跟佛法，他跟净土，跟阿弥陀佛已经结了缘了，只是现在烦恼习气很重，他改修别的去了啊。当然他这一生不会成就，但是他这个种子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也许再过几年他回头了，也许他来生回头了，也许他后生回头了，总有回头的一天啊。这是可惜的，佛事门中不是一人。那个关键呢，他学别的我可不能跟他去，我跟他去了，我这一生决定不能往生。最近还有人告诉我说，有这个念佛法门呢，有个新的法门来说是这个佛号念多少遍的时候决定就见阿弥陀佛来问我。我说经上没有这个说法为什么呢？我们学佛学佛最重要的四乘这很要紧我跟哪个老师学的，我的老师跟哪个老师学的，世间人讲三代我们佛法也不例外你那个老师的法正不正我的佛法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的他虽然是在家人对我来说呢，他是我的传法和尚我的法从他那里得到的他的老师印光大师所以我传的是印祖这一系的纯正决定遵守佛的教诲佛陀入灭之前教给我们是一法，一法不一人，一意不一语，一了意不一不了意，一知不一识，我们决定要遵守，一生不可以违背那么那个人他的师承，他老师是谁，他依据什么经典我们今天依的是无经一论他依的是什么经典没有经典不可以佛菩萨神仙来指点的不可以相信纵然是佛菩萨再来指点你的必定是经这个事情善导大师讲得好，这个话在这个观无量寿经四帖书里头就是清这个善导大师的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你要看清楚，不能够随便的动摇了信心
随便轻易动摇信心，啊，常常去换，啊，换老师，常常换方法，说明你的心不定。这个净宗法门要一心不乱嘛，你的心已经乱掉了，你已经三心二意了，那你还有什么成就？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这个事实真相啊，不可以不知道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决定有成就。现在时间到了。